啊！我开始了，汪威。你开始了，这个关键。希望你的 headshot 我都没有你。你删了、啊？你给我看到你删了吗？嘿呦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嘿呦，大家好啊，我是明仔啊，屌。嘿呦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啊，我是阿 wing 啊。有没有觉得这个画面很熟悉嘞？没有，没有。啊，没有嘞？真的吗？没有。OK， 今天的这个武器有一点小资，所以就迁就一下啦。因为我们大资的水平我们暂时缺货，所以我们用小资先。OK， 今天这个重点呢，就是其实我跟他们两个呢都已经认识超过10年以上了啦。我没有算过，有啊，我没有算过。OK， 10年来讲啦，做 brother 怎样都有一定的了，怎样都有一定的了解了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就准备了一些题目了。等一下呢，我就会问一个题目啊，然后我讲3、2、1，你们就要一起讲那个题目。OK， 我先跟你们讲，我是最没有默契那一个，你们等着瞧。没有，其实我只要看你们两个，那你一个是比较了解，比较了解我。OK， 所以我先从简单的问题开始啊。所以整个规则，整个 round 是怎样？整个你问了问题啊。我问了问题，我们两个人回答。回答错那一方全部人围殴了。哦 ，OK， 全部人啊，全部人。对，你不讲他错吗？全部人围殴他。你们两个围殴我，这样子鞋子看了会不会有扔血样鞋？18岁以下的就不要学啦。对，18岁以上的。这个影片充满暴力血腥，所以如果父母在没有孩童的陪同下，没有，父母在还没有孩童。父母在没有孩童的陪同下，请别观赏。OK， 第一题。OK， 我先发誓啊，我们没有看到这些题目。对对对，第一题。OK， 请说出3个我最喜欢的颜色。想一下，给你们时间。OK， 3、2、1，黑红蓝灰。喂，你拿刀反了？什么叫拿刀反？我这样拿的嘞，这边很痛。我这边拿的嘞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回头看一下。OK， 下一题啊，这个东西我不相信你们猜不到啊。来啦，我已经请说出3个我最喜欢吃的食物。3、2、1，那是的吗？麦当娜、炸鸡、薯条。我对你们太失望了。我可以重讲吗？重庆干锅。你看，点了你。重庆干锅，麦当娜。答错呀！答错呀！下一题，我的身高和我目前的体重。3、2、1，请回答。64、174。174cm。这个是真懂还是他跟你？当然是他跟我啦。我没有听他讲我。那、啊、你看他心虚了。哎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两个答对嘛，答哈。哪里可以这样讲？啊，可以啦。两个答对。答对了嘛。OK， 下一题，我的兴趣是什么？啊？难呢，开始有点难。最近的哈，最近的哈。啊，最近吗 ？OK。动物森友会。错，不可以这样讲。来，3、2、1，喂。3、2、1，健身。打王者，健身，动物森友会。来。OK， 下一题，这一题有一点严肃了吧？请问我爸爸去世是在什么时候？我操，不要玩啦，我哪里在 Ivan Valahan 的时候，就是13岁那一年。我没有记性，所以我绝对答不出。OK， 这样就打轻一点。OK， 下一题啊。OK， 请问我的友情、爱情、亲情的排列是？3、2、1，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亲情、爱情、友情啊，等多一次，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爱情，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要不然就是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这个是什么？所以什么？再讲一次。阿旺答对了啦。讲啊，他讲过，我没听到。亲情、爱情、友情。OK， 现在这一题很够力哦。这一题啦，真的是要认识到一个很深很深的程度才能答得出来。OK， 那我一定答不出。亲，你可以不要这样。OK， 请问 ，OK， 我的，你哭什么颜色？要很深才会知道哦。请问我的银行卡密码是？
啊，可以讲，可以讲，你们讲吧，我会逼掉。三、二、一。我不懂，我不懂，我一直忘记，他跟我讲过很多次了，我还是会忘记。OK， 这个时候就要打阿旺，因为阿旺看人家密码。原来有这么弱的，你妈懂我的，屌你！你懂了吗？懂。够不够啊？怎么你会记住的？你这个阴险小人！这样子啦，我们换。你出一题。怎么你躲一下？你出一题，你出一题。这样子啊，这样问什么 ？OK 啦，我有生之年啊，我承认过的恋爱次数是几次？就是拍过几次拖。七次。这个很难呐、啊，你这样多个。我承认了，承认了。我有跟你们讲过啊，你们忘记了？就我讲过 ，Bobby Love 那些就不要算。就是真正让我觉得真的是男女朋友那一种。OK， 来你讲，我讲十二个。你们讲先吗？十二个，十二个，随便的吗？喂，到我啊，四或五。十二个啊，十二个哎、欸，你会少听白。正确答案是四个。来到你了，你们难倒我没有？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。OK， 让我等一下。你是猫还是狗？没有没有，你应该问，你们觉得我会出什么样问题来考你？可以啊。这个是你哇，我要吃这个。哇，整个迷失耶！真的成功没？你们可别玩 LAM 的嘛，很恶心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OK， 我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？手游还是什么先？电脑。电脑啊？你要算三，你要算三而已。电脑的，电脑的 game 啊？啊，电脑的游戏。三、二、一。Resident Evil。Three。我还可以补充多一个嘛？我们两个再补充多一个。OK， 还有一次啊，两次机会。OK OK， 呀、yeah, ，我要想一下，我要想一下，因为 game 我不是很了解，电脑 game 啊。有的。来啊，我讲啊。你讲。三二一 ，Monster Hunter。Yes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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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。响啊响啊！有吓到我。会有阴影的这个游戏。我看看。OK， 今天这一部影片就到这一边了。乖咯乖咯。连你们有什么要补充吗？没有。最近那个台湾才那首歌很好听。你讲这台湾才那个是什么？我真的不懂。那个是一个非洲的一个葬礼仪式。OK， 刚刚你讲有没有东西要补充？对。我觉得你们可以 follow 我的 IG 还有 YouTube 频道。现实一点啦、啊，好，做人现实一点，我们是一样。OK，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一边结束了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哦，这样你们就让这个影片破两万个赞，连我下一部影片我就要让 Cherry 来 VS 我认识很久的 brother， 看谁来聊，看谁真的最了解。来啊 ，Cherry 一定了解喽，谢谢。你屁股都没有治好，一年嘛跟你在一起。对，可是兄弟十年。是啊，一年 VS。所以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呢？就留言让我知道啦，所以我就 我不觉得兄弟会输啦，所以今天这一部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拜拜，我们下集见。哎呀，你的手臂很粗哦，你的手臂很粗哦，我操，换电鸟，我要玩王者。耶、yeah, ！我的频道迈向70万订阅啦！在我到达70万订阅的时候，我将会送出 iPhone 11 Pro 给你们。OK， 你们要怎样赢取这个 iPhone 11 Pro 呢？很简单，你们只需要订阅我这个频道，并且把小铃铛打开，然后按赞这个影片，并且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，就这么简单。在我到达70万订阅的时候，我就会在随机一个影片的留言区随机挑选出一位幸运儿，然后把这个 iPhone 11 Pro 寄到你的家。不管你是国内还是国外，我都会把这个礼物送到你的家门口给你，不管你是台湾也好，香港也好，新加坡也好，只要我会抽到你，我就会把这个礼物送给你。 OK， 所以我们一起迈向70万前进，冲啊！
fresh glaze on the